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市区，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突然间发生爆炸，至少呢，最新消息是已经造成6人死亡，有53人受伤，救护车还有消防车当时都分别赶到市中心这非常热闹的观光大街爆炸的现场，紧急抢救大量受害的伤患，而警方也立刻展开调查。不过爆炸发生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这是今夜最新画面提供给您。